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愿生命随缘聚散，随遇而安，万物都回归。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月灯三昧经，当愿众生发菩提心，实践波罗蜜，普度众生，回向所有三途苦乃至排位有情法会内外个人身上各种冤亲债主众生亡灵，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利用短短时间把还是简单的讲一下，虽然看起来大家都很想睡觉，但是这是正常，所以修行嘛，就是一种自我征服啊，所以朝了一个方向。第二个，菩萨境界有十种利益。当然，早上念完布施波罗蜜，现在讲的是持戒波罗蜜。那这个要看你站在动机什么地方啊。所以这里面讲了菩萨境界有十种利益。第一，满足一切智，早上有说过了，持戒可以证得解脱啊，特别在二乘声闻缘觉一定要持戒。第二，如佛所学而学，所以佛陀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特别在大乘佛教，佛陀因地怎么修，怎么行波罗蜜，都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学处，如佛所学。第三，智者不悔。所谓智者是，如果我们不守戒律，这些有了解佛法的人，甚至有智慧的人，他就会看到我们不圆满啊，甚至有分别心的人可能还会批评我们，所以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第四，不退誓愿。我们为了成佛，戒是无上菩提本，所以当然更要大乘的誓愿是帮助众生。那既然帮助众生，你不可能去伤害到众生，所以当然要持戒。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守持戒律，
不要去伤害到众生，叫不退誓愿。第五，安住于行，这个行叫菩萨行，所以用了菩提心来实践。那凡夫是无明言行，所以各位早上听了那么久，讲来讲去反正就是讲实相啊，智慧如虚空，所以不分别一切。所以当然我们要安住于这些啊，在利他的行为，就算有很多障碍，我们还要守了我们的戒律。第六，弃舍生死，生死是痛苦，所以持戒得升天，持戒得解脱，持戒得成佛。但是生死也是当下的心态，当下的心态如果是意识分别，马上就在轮回了。就像你们忘了这个身体，但是如果养你就知道，哦，我身体存在了。所以当然我们就觉得有这个执着，我们才有这些感受。所以这些痛苦反而是提醒你，除了信因果，要想办法思维空性，乃至意念三宝，念佛不可思议啊！汉传佛教再大的痛苦跟我念佛，当下清凉，临终无障碍。不是光往生，平常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七，目乐涅槃，持戒才可以证解脱。就像我们去做坏事，心里就怕；我们去做不去伤害别人，乃至做好事，内心就很平静。所以我们希望达到当下的平静，乃至未来的解脱，我们守持戒律，破戒心里就不安。就像我们贪污了，就怕被警察抓。那我们学佛的人，警察才不恐怖，因果才恐怖啊！这个只能自己盯自己啊，不然的话，老实说，在这个社会，很多时间你可以造业。就像我们出家人，师父这个红包，拜托，给你哦，你帮我去做僧服，我就一定要写下来。嘿，珊珊写下来，这个不能搞错，啊。因为人家说要做身福供养，你就不能拿去做别的，这个只有你自己。但是有些人没有关系了，放在一起了，反正无所谓，都是钱啊，供养三宝。但是这样就不如法了。所以这个因缘果报真的是百分之一百的。所以第八，如果能够这样得无禅心，你就不会烦恼纠结啊，问心无愧的意思。所以当然了，就像玄奘法师，很多大师戒贤法师要往生之前很痛苦，他说我做错了吗啊？所以但是他还是安住，虽然痛苦，祈求三宝，所以文殊观音普贤现前给他说，你没有错，但是因为你这样认真，累世的恶业消除啊。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持戒，就不会畏惧啊。第九，得殊胜的三昧等持，就是内心的极静也好，或是专心的念佛。我看到很多上师，我就看过他们入涅槃的过程，他们就是播着他自己所尊敬的根本上师的说法，那就坐在那边往生啊，这个就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师父有信心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听法的过程，乃至没有呼吸，没有呼吸还不够，后面五天还继续，他们都说还没有出定，还在保持三昧的状态，所以要让自己有了戒，当然有定啊，所以小乘我们讲戒跟禅定，大乘是把定这个是变成一种三昧，慈悲三昧，保持这种状态可以得到殊胜的三昧。第十，不乏信财，
当然我们守戒律就有很多福报啊，所以包括信徒会对你大做供养信心的福报，所以守戒有着十种利益。那各位一定要看大圣经，然后大乘的菩萨的戒律有这么多这么多条啊，我们都一一的了解，这不是很困难。第三，菩萨摩诃萨住于住，就是不离开，慈悲忍辱。所以为什么叫慈忍？就是说你不能说好，我忍，我以后要报复，那不行啊。所以这个慈忍他完全无恨的啊，甚至还要感谢对方的，还要继续对对方好的。慈忍有十种利益，每个人都不希望后面这四条，火烧你，刀割你，毒伤害你，水淹死，也就是说你会遭受这种不好的外在的这种伤害，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层次，就像嗔恨下地狱哦，就你就住在地狱了，而且鬼神就会来伤害你。所以我们决定把慈忍当作我们的菩萨戒，所以就不会遭受这些痛苦。不然老实说，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人都开车，砰，一个车祸，你仔细给他检讨一下，都是因为起心动念，然后呢外在的就伤害就来了。第五，为非人所守护，你要是爱生气，魔就要障碍你，你要是修忍辱，这些非人包括天人护法护持你。第六，得身相庄严，相由心生，内心修慈悲忍辱，外表当然端正好看。所以各位要多看佛像，因为现在他们在尼泊尔做的佛像，你仔细看那个脸啊，都做得很特别，很庄严啊。然后看佛的像也会改变你的心态啊，所以让佛入心，因为佛的像都是累劫的菩提心的形象，那你要让自己习惯保持一个庄严，所以得身相庄严。第七，避诸恶道，修忍辱就不会堕落三恶道。第八，随其所乐，生于梵天。就像佛陀为了救人下地狱，然后呢又为了救地狱的众生被打头破掉，但是他安忍，马上由地狱升到梵天啊，上帝的天乃至做上帝。所以你修忍辱直接跳过欲界天到的梵天，那个时间你算就是啊，第四层天就56亿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一刹那的痴人，几百万劫的清净快乐，你要一直思维这个道理。所以下回我们修菩提心的人要想，爱发脾气的做一遍，做一遍啊，这样啊，为什么要提醒自己？我是属于脾气主的啊，会耍个性的，因为你不这样一直提醒自己或是被提醒，以我们大家爱面子这种立场啊，实在很难弄，很难处理啊。第九，昼夜长安啊，如果脾气不好，不修慈悲，睡不好，早上起来精神也不好等等。第十，其身不离喜乐，少病少苦啊。那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痛苦，那边痛那边痛，反正这些都是因为令人不高兴，就不修忍辱，常有病苦，病得很厉害。因为我有一位师兄弟，我师父就经常跟他说，因为我们这些师兄没有被他骂过的，大概出不了家啊。出家以后个个要被他骂这样，但是他现在还在，
但是他就是整天都在生病，啊，我们大家也没办法劝他，因为连我师父都跟我说，那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啊，他的个性。所以修持忍的人，其身不离喜乐。第四，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眼睛睁开，嘴巴打开，好，开始。菩萨精进有十种比例：一、他不折福；二、得佛所摄；三、为非人所护；四、闻法不忘；五、未闻能闻；六、增长辩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恼；九、随所得食，食以能消。十，如优婆罗花，不同于除。精进，你所知道的道理，都要用在心里面，用在行为上实践，永不退转。精进也叫勤劳，所以佛陀说，所有佛陀的一切教法，以不放逸而得成。啊，你再好的教法，你不修不精进。没有用，所以佛陀最后的一教精进求证，不管你要证的小菩提、中菩提、大菩提，声闻缘觉佛教小中大啊，你都要精进。所以如果能够如此，他就是包括外在的一切，包括魔障，就不能够折服你，你永远在努力。第二，得佛所摄，诸佛欢喜。所以越精进的诸佛菩萨越加持我们，摄受我们。第三，为非人所护，所以诸天护法护持你。第四，这一点更重要，闻法不忘。所以各位都可以试试看啊，仁波切讲一节课，有人有抄笔记，有人没抄笔记。但是明天再叫你大概讲一下，你可能忘了。有些人还记得，因为他拿来观修，时时刻刻在观修。那在这一点，当然记忆有两种，记好的跟记不好的，有一种业障是专门记不好的。不好的忘不掉，好的一定忘掉，啊，很可怜的。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在佛法上面精进，让我们成为一个像阿难一样闻法不忘。所以，缅甸佛教之所以每一个比丘都很会讲经说法，叭叭叭叭叭叭叭，不用看稿了，包括跟格鲁派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背经典的，啊，这边背五道论，那边背八道人觉经，就像我刚开始出家，那时候道元长老交代下面的，因为我也在那边，结果全部人都在背，叭叭叭叭叭叭叭一直背，所以那后来这些有些出家了，出家的好处，他突然就想到哪一句就讲出来，这样，因为他们把这些记诵经典重要的都背下来了，那这样对我们自己思维很好，就像牛吃草，可以再把它吐出来，慢慢慢慢咀嚼消化。所以各位能够背得更多最好，不然的话，至少你把这些记诵经典或是哪一句善知识的法语很好，你随时拿出来看啊，嗔怒即入地狱哦。小心，所以不善乱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所以，那你要把这些记诵记得很清楚啊，闻法不忘，我精进。第五，未闻能闻，没听过的你都有机会听闻到。那现在有很多佛书，这一句话该你懂的，奇怪，自然你就会翻到那一页，看到那本书或别人送给你。这叫因缘不可思议
第六，增长辩才，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发愿。作为一个菩提心，想要利益众生，弘扬佛法，讲经说法，调伏众生，这是必要的。特别佛陀的这些口业，可以讲一下三藏十二部经典，我们才有机会听闻佛法。所以做一个菩萨，一定要守口业，而且要发愿，那自己才有一个很好的辩才。就像我们这次有很有福报，因为仁波切特别安排出家人，一般都是在家翻译，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出家人，因为我们喇嘛多杰很忙的啊，但是他翻译出来呢，都不会顿哪一句话，都好像一句很好的句子啊，让我们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非常随喜功德。各位将来你也应该学习这个复讲或翻译，就像以前我是做正华长老的翻译，他讲中文，我翻成闽南语啊，有时候还翻成中文，因为有些听不懂河南话，我师父的腔更重。那虽然他讲的是普通话，但是有些人就是听不懂，那你还要再翻一次啊。但对我帮助非常大，因为你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这是习惯。那我有一位师兄弟也很会翻译，我们听师父也不是这样讲，他就这样讲啊，因为他就很随便，叭叭叭叭叭讲了。天哪，那不给他翻译，他还很生气，对吧？那又没办法。所以，那这个你叫练习的，要很记忆力要好，又不能讲错话，又要讲重点。因为我师父虽然他不会讲闽南话，但是他会听哎，这才最困难的。啊，会听哎，你不能随便讲，讲错，哎，这样。所以各位，下回你真的要练习啊！就像各位现在在听经，听一遍，你可以用录音机自己用闽南语翻一遍，这有什么好处？它已经进入你的思维，不然你怎么翻出来？对你有帮助。就像我们在读诵经典一样，讲解经典一样。第七，菩萨精进得三昧性啊。三昧也是空性的意思，所以就保持跟佛的心态一样啊，可以得到这种三昧性。第八，少病少恼。所以对我来讲，很多人都问我说，唐法师你不累啊，天天这样跑不累啊？我说我也不想要，但停下来就生病啊。我刚刚在上面又写了我自己身上三张牌位，中风的、车祸死的，还有一个烧死的，这样啊。但是一停下来，我就你坐在台上没什么事，所以只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我希望各位养成这个，因为我大概从小被逼，乃至出家以后也变成这样。因为很多事情，所以脑筋里面不想世间的事情，就想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或是如何把这个佛好回答好，或是就像我要讲这一章内容本身也很简单，但是大家都会，我们怎么互相提醒。所以你要去思维这里面的意思。所以人可以老，但是脑筋不要失智症，不要老，要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第十，如优婆罗花不同于除，这怎么解释？因为这个优婆罗一开就非常的庄严，一精进一开就很漂亮。那除呢？除应该是不动的，就旧了。我是这样解释。所以精进的人就显现了庄严啊，不精进呢，那就如如
就是旧旧的，在那边翻过来禅修。第五，菩萨摩诃萨与禅相应，有十种利益。这里面他翻译不是讲禅定波罗蜜，他讲与禅相应啊。禅就是实相，禅就是无我的智慧。那就像今天仁波切讲那么多那么多啊，不是用各有各种的名词。那你要以空性、以圣义谛、以实相相应，这个叫禅啊。这里面写的不见得是打坐哦，打坐后面叫宴坐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大乘佛教的禅是什么？不离大悲心，不离菩提心，不离空性的去行一些利他的事业，叫以禅相应。那当然汉传佛教的禅第一种叫你修的什么？唱赞，炉香乍热法，你要很融入。所以大乘佛教用很多的仪式，包括大家在礼拜啊，一起忏悔啊，参加法会啊等等，包括走路要怎么走，我们刚出家都被教得很厉害，可以安住仪式啊。所以修禅的人敲木鱼走路，参加法会顶礼跪拜，这些仪式都会很庄严啊。那乃至在密乘里面，他们一起打手印，一起打法器，唱诵都要整齐很庄严，代表他心很定啊。这一点大家都认识法涛安妮，我觉得我看了很多，我不是特别的，因为虽然他年纪轻哦，但是我觉得他禅修修得很好，所以他们在唱诵做什么都很专注，而且记忆力会非常好啊，唱起来会好听，相好庄严，这个就是以禅相应，它比较容易安住一世啊。第二，行持境界。那既然大乘佛教不能生气，要修持忍，所以你就会安住在这种行持，去实践慈悲的境界，笑笑的，很欢喜啊，像弥勒菩萨一样。第三，无诸恼热，所以内心这个恼热就是内心乱了，着急恐怖。那以禅相应，当然内心里面极静平静。第四，守护诸根啊，心里调伏好，眼神也好，讲话走路都很庄严。第五，得无时喜乐，不用吃饭也很平静很快乐啊。一般人是不吃饭会烦恼会痛苦，但是禅修的人他可以到七天十八天三十天不用吃东西了，入定了啊，甚至食量很小。当然两种，一种就是说自己安住在一个空性很平静或清安，那另外一种是像我刚刚讲一天要吃六顿，是他要你在你的思想里面一直一直逼你开发，叫你把很多事情要想清楚看清楚，要求你那个时候用的力气更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规定不能念佛，因为一酸一痛然后离开主题阿弥陀佛就轻松了，就轻松了啊。那时候规定不行，不是说这位法师不念佛，而是说现在在修这个，最后念佛回向可以，所以脑筋就逼得很紧了。第六，远离爱欲。打坐的人那种法喜哦，超过世间男女爱欲的百千万亿倍。各位试着这个道理啊，有些人还很喜欢吃，很喜欢穿，很喜欢男男女女、金钱，是因为他没有在内心里面享受这种法喜啊。那内心有这种